你有撒谎吗？没有，我没有撒谎，太君，我没有撒谎。嘿，你这个人很聪明啊，所以说聪明的人会比笨蛋活得长久一点。来人，喊，禀毕。 报告队长，五号监视搜过了，没有搜到什么重要的东西。嗯，也就是说，他们用这把资质的钥匙，打开了我们制定严密的铁桶。053号尸体找到没有？还没有。我怀疑这个053号是不是真的逃走了。 野田君，你记住，没有任何人可以从这个岛上逃出去。你一定要记住，逃出月亮岛的只能是死人。我们把这个思想完全的灌输到每一个劳工的意识里，不能让他们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嗯，关于053号，不管他是死是活，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这是我们的一级机密，让劳工所能知道的，那就是没有一个漏网之鱼。还有，在鸟尾将军那边，他也不能知道。啊，明白。那我先走了。 难道被鬼子抓到那个可怕的孤岛上去了？那岛上。
爸，星儿啊，我已经找到莫阳的下落了。啊，他在哪儿？月亮岛。月亮岛？那不是个荒岛吗？嗯，月亮岛很早以前就被日本人给占了，我怀疑那是他们秘密关押中国人的地方。这是在江边捡到的球衣，这说明岛上一定关着许多中国人，我想莫阳一定在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莫阳就很危险了。我现在反而没有那么悲观了，至少证明莫阳他还活着。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他救出来。啊，对对对，要赶快把莫阳给救出来。你啊，赶快去找你们张院长，让他带着你去找鸟尾要人。不能再找日本人了。你忘了上次吗？鸟尾满口答应帮我找人，可结果呢？他告诉我查无此人，明显他就是在撒谎，所以我们不能再相信日本人了。爸，莫阳用这样的方式把戒指传递给我，只能说明他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而且很隐秘。如果我们现在轻举妄动，也许反而会害死了莫阳。是啊，有道理。爸真是越老越糊涂了，这与虎谋皮的事啊，咱是不能再干了。爸，所以我首先要弄清楚，月亮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老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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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茂山哥，你去哪儿了？你回来晚了。都出来，快点。快走！他还活着。这个当兵的有点脑子，我们得想办法把他拉过来。放风的时候，我去找他聊聊。好。喂。怎么会有这么多货物从江心岛运出来？难道月亮岛是日本人的生产基地？鬼子抓了那么多无辜百姓送上月亮岛，一定是给他们充当劳工。快点快点啊。大佐阁下。嗯。哎呀，你们这个皇军的生产速度啊，我快越来越跟不上了。这批货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了。价格上放心，皇军不会亏待你的。来来来来，你验验货，验验货啊！来，这批货怎么样？嗯，大喜。
来来来，往船上搬。快快的，小心点啊。上校，这六条人命就这么一瞬间都没了。不是你的错，是那头猪八匹马也拉不回来。我劝过他们根本没用啊，他们把我绑起来。别伤心了，还是想想今后该怎么办吧。哎，对了，你是哪部分的？我是咱们八路军某部的交通员，在一次战役后和主力部队走散了，才被小鬼子抓到这儿来的。我是八路。甭管什么八路九路的，只要打日本人就是同路。现在加入我们，一起干。好，一起干。他接涉囚犯集体越狱的事件，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这个事件证明了典狱长您推行的怀柔政策并不能使这些蠢猪变得更加的驯服，反而助长了他们逃狱的欲望。所以说典狱长的仁政绝对驯服不了中国人。依我看，要想达到目的的话，必须重新启动原来的高压政策。这次的越狱事件是一个孤立事件，但并不能证明我们所推行的实验是失败的，只能说明我们大日本帝国对中国的统治任重而道远。队长，我没有您那么高深的眼光，我只能看到眼前。手下认为，为了杜绝越狱事件再次的发生，眼下最要紧的就是立刻重新修改狱规，恢复以肉体惩罚为手段的严厉治管，否则必将酿成大祸。想要宣布这次实验的失败，不仅仅关乎于我渡边人的荣辱，而是关乎到整个大日本帝国对中国的统治方针。中国有句古话，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我们已经推行了改革，必须坚持下去。这个，你如果继续推行怀柔政策的话，我倒认为像五号监舍这样的暴力事件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但这样的越狱事件绝对不是第一次。在我上岛之前，这样的群体性越狱事件每个月都在发生，而且伤亡人数远远比这一次要大得多。这只能说明阁下所推行的肉体征服的方针绝对不是这里的灵丹妙药。野田君，
我对你的直率表示敬佩，但是我绝对不能执行你说的意见，恢复暴力的管制。因为治管这里的劳工，除了我们用我们手上的人口和武器，更多的要用我们的头脑。对于中国的历史，我做过非常详细的研究。对付这里的劳工，办法非常简单。我们希望他们永远是一盘散沙，而不能握成一个拳头。嗯，您说的非常有道理。可是，我想问问，在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到底该怎么做？啊，请大家仔细看一下，这就是我要对付中国人的方法。对了，告诉你们一件事，今天放风的时候，我跟他说好了，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干。太好了，可惜时间太短，我就没来得及深谈。啊，我说，你不是会缴枪吗？军用密码只能传递最基本的讯息。越狱计划，我们还是找机会找他面谈比较好。嗯。放风的时候再跟我聊。嗯，好。嘘，有情况。进去吧。都走了，你为什么留下？可他们都死了，你也可以去死。你，等一下，隔壁好像来了新人。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不要再来往。231号，到。246号，到。345号，到。有人举报你们经常发表对大日本帝国不敬的言论，关3天禁闭，带走。哎哎，你们干嘛？走。我没有。放开我。快走。哎，走。你们放开我。走。快点。快走。哎，走。抓我干什么？快走！快点，走！都别看了，赶紧干活！快点！
324号，到。477号，到。276号，有人举报你们消极怠工，关3天禁闭，带走。我，走，快走，快点，走，走，快点。谁他妈诬陷老子？八哥，啊，带走，带走，快走，快点。058号，098号，有人举报你们不遵守约规，关3天禁闭。让我，让我，你走，快点，走。你们要干什么？你不用说什么。我爹明白，谢谢，谢谢。带走，快点，走，走，走。肯定是他搞的。你们以为是我吗？怎么可能会是我呢？哎，兄弟，哎，兄弟，我，哎，兄弟，你，哎，兄弟。兄弟，我哎，妈的，中哪门子邪了？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被举报关禁闭？谁他妈吃饱了撑的干着吃里扒外的事儿？你、我，还有他，都有可能。为什么？渡边人呢？就是想让我们的人彼此相互猜忌，每个劳工之间都有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他的目的。兄弟们，天天都想看到你们，可都岔开了。我肚子疼，先走了。哎啊，先走了。站住！你们干嘛呀？老团长都不认了是不是？对不起，团长，咱不怕在战场上战死，但是都不想被绞死。看见了吗？囚犯之间已经开始互相猜疑了，这样就不会有他们组织暴动的可能性了。德狱长高明。肯定是隔壁那几个汉奸，为了讨好日本人举报了咱们几个，
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他们连自己的同胞都能投出死刑票，还有什么事干不出来？那是小鬼子的诡计，根本不可能投死刑票，我相信他们。换了是你投了黑票，自己会说吗？你别把他们当好人，你看那个零八零，见到日本人身子都挨半截，活脱脱一个汉奸。哎，那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制定了一个计划。打住！他那是在套你的话呢，一旦你响应，他立马跑到日本人那儿去告诉你的秘密，信不信？我不信。你爱信不信？我。时间到，都出来，快一点！快点！不希望我自己的爱人没有立场，但是我不希望我所爱的人因为不善于刚柔并济而不会保护自己。为了我，为了我们以后平稳安定的生活，所以你必须要学会。好吧，那就这样。为了你，为了我们的将来，我会改改我的臭脾气。金妹，金妹，让你久等了。临时谈了点生意，那个饿不饿？点东西吃吧。服务员，我点过了。哦，点过了。嗯，那说好了，我结账。哎，这个老板死活不走，把我急坏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好不容易主动约我一次，我还迟到了，没生气吧？怎么会呢？那就好。先生，您的茶。谢谢。那个东西快点上，我表妹饿了。那个，今天找我来，是不是有事儿啊？啊，没事儿，我就是闲着找你聊聊天儿。啊，那就是找我解闷儿呗。没事儿，我乐意你拿我解闷儿。我不是说了吗？你只要乐意的话，拿我当哈巴狗都行。当哈巴狗还能天天陪你解闷儿，是不是？我今天在江边看到你在跟日本人交换货物啊。哦，你看见了，那个静妹，我知道你特讨厌我跟日本人做生意，但你想，我手里有那么多弟兄，也得挣钱吃饭养家。现在如果不跟日本人做生意的话，那就……我知道你和什么人做生意我管不着，但我想提醒你的是，跟日本人做买卖你得悠着点，不该碰的生意就别碰。那你放心，枪炮弹药我碰都不碰，我就倒腾点五金材料什么的。那你这些东西都运到哪儿啊？江对面那个岛呗，就那个月亮岛。运到那儿去干什么？不是，姐妹，你一个女孩，千万别乱打听这种事儿。为什么？
月亮岛啊，是日本人的一个生产基地。具体生产什么呢？我也不大清楚。前几天啊，我跟一个日本人聊天，我就问人家说，究竟生产什么呢？那日本人脸立马就拉下来，比驴脸还长。我一看就别问了，回头问急了，把我给毙了。有那么严重吗？有啊，以后我再也没敢提这事儿。他那儿生产规模我看不小，挺大的。有多大？按我每个月给他们提供的原材料，我估摸着小1000来人吧。有这么多人啊。静美，你真的别瞎掺和这事儿啊，也别再问了。你要出点什么意外，你让我让舅怎么办？多担心呢，是不是？服务员，快点啊，饿得不行了都，快点。哎，别打了，娘们，我打死你。我真的没跟小鬼子告密，我是摄日团专门打鬼子的，怎么可能向小鬼子告密？3号的事，我投的是反对票。不管投的是什么票，3号都一定是死。投票只是个过程，结果早就定了，这都是小鬼子的阴谋，你们知道吗？狡辩吧你！渡边人就是利用我们的猜忌心理，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放屁！我们在人家枪口底下生活，人家犯得着离间我们吗？那你们仔细想一想，小鬼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跟他们斗争。小鬼子是有枪有炮，但他们人数还不及咱们劳工的1/10。这么悬殊的人数比例，他们能不怕吗？所以他就让我们起内讧，互相猜忌，这样能更好地控制咱们。那难道真的不是你告的密？到现在你们难道还不明白吗？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人告密，这一切都是渡边人的阴谋。咱们现在这样窝里头，正中渡边人的下怀，你们明白了吗？怎么了，茂山哥？你回来晚了。就在你被抓的那天，几个鬼子兵把嫂子给糟蹋了，真惨呐！他们还向嫂子捅刀子，就连他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放过呀。那个黑心的恶魔，脸上有颗黑痣。我媳妇儿杀人给杀了，老子带的那些兵竟然不相信我，不
知道中了什么邪。现在整个监狱弄得人人自危，行，人心惶惶。这个渡边人可比屠夫难对付多了。谎言总有被拆穿的那天，我想劳工们迟早会明白的。那我们要等到猴年马月啊！大家不要灰心，无忌兄弟，你不是说过吗？再坚固的铁桶也有它拼接出的缝隙，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渡边人的弱点。报告典狱长，这几个星期的生产效率又有所提高。是啊，有这么多双无形的眼睛帮我们盯着劳工，生产力必然提高的。这说明我所推行的改革计划颇见成效，以后会成为大日本帝国管理的典范范本。典狱长英明。雅子小姐，你是有什么要说的吗？报告典狱长，我抽检了几名囚犯的身体，发现他们普遍存在肌肉退化的现象。那有什么，他们只要还有一口气在，能给我们干活就行。请继续讲。肌肉退化虽然不会直接导致死亡率上升，但是会导致体力下降，体力下降有可能会导致生产率的下降。你觉得这种现象是个别现象还是普遍现象？是普遍现象。你确定吗？我确定。肌肉衰退的原因是什么呢？我调查过，主要原因是监舍太小，白天他们上工，晚上回到监舍受到空间的限制，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肌肉萎缩的现象。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可以通过适当的体育运动来增强囚犯的体质。什么？哼，体育运动？这里是监狱，不是学校。哼，你能把你的具体建议说得清楚一点吗？由于受到条件限制，属下建议在他们放风的时候，每个人做10分钟的广播体操。真是个笑话，我是一个屠夫，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广播体操。叶子小姐，你以为这是小孩子过家家吗？啊？做广播体操是有好处的，不但可以提高身体素质，而且对我们来说也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至少大家可以看到在月亮岛上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就这么决定吧，从明天开始在劳工中间推行广播体操。嘿，队长阁下，既然您都已经决定了，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那就执行吧。那么由谁来做这件事情呢？报告典狱长，囚犯中有一名是体育老师，属下建议让他来做教练。他的号码是多少？080号。他又耍什么花样？花样越多，漏洞也会越多。